坐监当攞勋章嘅泛民政客，竟然有一日都会后悔。是咁的，因参与去年泛民35+初选，涉违反港区国安法嘅荃湾前区议员岑茂辉，五月再因去年六四嘅非法集结案而被判监6个月，喺赤柱监狱服刑已经4个月嘅佢，寻日通过社交专业贴文，竟然话不免有气馁，自问唔知为紧咩困喺度，甚至思考自己系咪做咗 condom， 即系被人用完即弃。佢仲话连自己咁有名有姓嘅政治人物都萌生出呢啲念头，可想而知，一个又一个正在横押等待审判嘅手足有咩感受？我而家先知道咩叫生不如死啊！哇哇哇！当初一班手足被你哋班泛民话留案底，令人生更精彩。犯法之后锒铛入狱，而家岑奥辉带头自认做 condom， 手足们点谂啊？岑奥辉咧仲继续卖惨，话咧监狱处于闹市中，但咧好似一个黑洞咁，所有信息一系隔2个星期可以传入嚟，一系咧就要简化为30秒嘅简报。喂喂喂，坐监又唔系住酒店嘅 station， 你而家先知咩？点解你而家就话我听？虽然呃人咧唔系十分光彩噶嘛，不过咧岑茂辉仲有碌大头盔啊，话自己谂通咗，话监咧也许为自己而坐，唔使将自己美化，想象为咩咁？讲到尾都系自我抉择。嗱，既然系咁，唯有啊捉佢，慢慢享受坐监生活嘅精彩咯。慢慢走啊，呢啲真系急唔嚟嘅，慢慢啦。